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听好听的歌曲，欢迎福气合唱团，由买江勋老师所带领的福气合唱团带来《永恒的爱》。两首好听的歌曲，第一首是《木棉道》，第二首是《活出爱》。掌声欢迎。就像木棉道，季节过去就谢了，但是有一份爱从天而来，永远都不会离开。